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处置问题，事关国际海洋环境、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。国际权威机构和专家明确指出，福岛核电站含氚废水排入海洋，将对周边国家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影响。同时，现有经过处理的废水中仍含有其他放射性核素，需进一步净化处理。美方向来重视环境问题，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环境问题上对事不对人，不要让这个重视被打上引号。